詹姆斯和杜兰特两人之间还有明显的差距吗？看到詹姆斯第一节就爆发，真心觉得34岁的他宝刀不老，这身体状态还能持续好几年。首节命中四记三分，独取21分。詹姆斯有历史级的身体天赋以及超高的篮球智商，技术全面，可以说是很全面了。只是现在身边的队友发挥得太不稳定了。杜兰特昨天首次火箭的比赛，那叫一个猛啊，进攻手段还是多样，单打还是一打一个有，你会感叹怎么谁都防不住他呢？看着这两人的实力，真的是联盟顶级前两人了。以前说杜兰特跟詹姆斯还有差距，现在看来就实力上，我觉得两人不相伯仲，没有什么差距。